二百档宝藏球鞋寻鞋记，御帅 Retro 作为御帅13的衍生品，加之低廉的价格，引得了不少兄弟的关注。但是有三个问题，我觉得大家应该了解一下。首先，这双球鞋的重心挺低的，但是会有一种前高后低的感觉，同时脚感比较生硬。其次，这双鞋的支撑表现还可以，尤其是后跟的支撑表现，很适合脚踝有伤的兄弟。但是前掌外侧的这块支撑不强，会磨小脚趾。再有就是这双球鞋的重量不算轻，综合来看，这双球鞋是不如御帅13的。同时，我觉得它也不能成为200档的宝藏球鞋。